第三场工程顺利圆满完工。在中央党土机事当中，北港龙岗化工大楼改建工程也正式要开始了。这旧大楼改建工程，唔啊，北港龙岗苏新当真久了，真侪地方乡亲好友甲过去担任学校的校长拢真期待。王校长来接棒，再把这一栋这个化工大楼再盖起来呢，那我们北港龙岗啊，真的是庆甲了袂掉了哈。啊，带来祝福哦，啊，祝福咱北港龙岗正式有一栋新的哦。跟着上时代的资讯大楼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。那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。啊，底下先祝福咱今仔日这个新建工程，啊，跟咱的大楼未来会当圆满顺利吼。北港龙岗这栋化工大楼，为民国六十多年兴建到现在，经过四十年的时间，备有无数化研人才。不过现在这栋大楼的教室设备早就老旧不堪使用，后学校自己争取经费改建，终于在今年拿到8000多万的经费。校方表示，未来这栋大楼也唔那是化工科的实习工厂，也整合资讯科。有4层楼，总共面积有3996平方米啊。那我们这一栋大楼。就原则上提供给学生做专业的基础实习，那所以化工科、资讯科应该都够用。北港龙岗化工科未来除了有新大楼，会当实施提升教育品质，校方也计划甲台塑六千三学合作，争取学生就业机会。我们跟六千那边也有一些这个合作，尤其县府在这一块也有。协调读书 前几名，然后毕业以后经过六清那边来稍微筛一下，他们就可以直接到六清去工作。我想这个对于这个学生是一个利多了。那因为到六千，整个工作环境啊，还有待遇啊，都不错。北港龙岗化工资讯大楼重建工程预计400天的工作期，校方表示工程若顺利，上紧明年底就会当启用，市教也开放参观，欢迎民众做伙来热闹。记者李嘉灿差不多。